谢谢，感谢感谢哈、哦哎，谢谢，来好运东来，谢谢，您贵的谢谢，感谢。由于天气大好，金龙图案在大太阳下反射，闪闪发亮，非常受到民众的欢迎，索取踊跃。哎，好运龙来啊，免费索取哦，来来，给你龙年行大运哦。快要农历过年了，基隆市议员张耿辉和服务处主任也是亲大哥的张耿顺，特地到南新市场发送自行设计金装版写有好运龙来的春联，这也是张耿辉担任市议员以来连续第23年发送春联，祝福民众金龙年行大运，各行各业赚大钱，非常受到民众的欢迎。啊，耿辉今年是第23年的发春联。那前几天我也在个人的网站 LB 有自荐的预告，但是为了方便举荐，我个人特别带服务处的人员啊来到我们南新市场，尤其这边的摊贩非常热啊，非常热情啊，尤其这个鸡肉啊，我们鸡肉啊还是我们的油饭啊，这边都非常有名。那希望我们市民好朋友有时间的话，经过的话，南新市场不妨来这边摊贩这边啊，来这边店家这边给他购买非常好吃的油饭、鸡肉。还有我们这个本土的黑猪肉啊，也都在我们这南新市场都买得到啊。在马上新的啊农历春节就要来临了，耿辉在这边也祝我们大家啊好运东来，新的运气啊一年东好运，谢谢带给你们好运东东来。好、哦，这几天的话，若是天气好的话，那个黄昏市场我也会去花。那今天在南新市场，我看天气特别好，所以我也找服务处来这边。哎，一方面亲自发给我们市民好朋友，啊，也比较方便他们来购来索取。那再次的谢谢我们所有的市民好朋友，啊，耿辉从政已经6届的这20几年，深受你们的照顾与支持，还有今天耿辉的政治舞台，耿辉会继续好好的努力监督市政，做好我们该做的本分。虽然站在专卖油饭的摊商前面，但是龙年春联大受欢迎，也吸引更多民众过来拿春联，顺便高官买油饭。也有来买油饭的民众连带过来拿春联，相得益彰。最后，连油饭摊的老板娘也主动帮忙发春联，而市议员张耿辉则是帮忙吆喝、推销好吃的油饭以及旁边的鸡肉摊。免费索取哈。双方互为帮忙，也让人来人往的市场更加有过年的欢乐气氛。记者吴俊松，基隆报道。